官大家晚安哈。那我事实上是今天是来匆匆去匆匆，等一下还要去赶那个高铁，所以我原则上就耽搁时间哈。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大概我近二十多年来在做一些古道调查的一些经验，然后一些可能会用到一些历史文献，或者是说未来如果有机会去做一些古道调查的时候需要哪些资料。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那全名叫郑安西嘛。那那个西其实90%都会把我名字写错，因为我那个西其实左边的这个是木字旁，是日字旁，那90%都会把我写成日字旁。可是也无所谓，反正找这两个字大概都找得到的。那我毕业于政治大学的历史学系，然后后来去读了政大的民族所的硕士班跟博士班。那因为在因缘机会之下，大概在我读大学的那个阶段，有很多机会去山上做调查，而且是在90年之前。那所以我看过很多从历史时期来留下一些路。那当然，作为一个去调查古道的人，原则上大概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古道，好，那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这个古道在我们的历史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影响。好，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上面的这两个基本的要素之后，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找这个古道？好，那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实古道并不是只有在山区才有，平地也有。可是平地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平地因为交通工具的进步之后，我们的其实不太习惯用脚去走路，或者是用这些自然的活兽类的这样的道路去搬运东西。所以就算100、200、300、400年前，我们的平地上很多古道，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之后，可能很多地方你也看不出来它是古道。只有在什么时候会被你发现呢？第一个，假设这个地方是一个旧城市或旧聚落，那刚刚好这个旧城市旧聚落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那有一些这种旧的这个街道还经过这个聚落里面的，我还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因为这个聚落里面有古道有经过。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状况之下，很多地方的这些城市的面貌都全部被更新了很多次，9次，对不对？我们知道清代的街区跟日治时期的街区就不一样，因为日本人做这个工作叫做所谓的都市计划，因为现在有个话讲叫做都市计划的这样一个那个，但日本叫市区改正。就是把一些以前的这种道路啦，或者是这些聚落，不见得具有现代的卫生啊，或者是这种交通上的便利状况的这个城市，全部把它改观的拆掉重做。所以就算你要找到一条清代的古道来讲，其实那个难度非常非常高。除非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一条道路如果刚刚好，以前的这个通的地方的城门，比如说像台南，好，比如说像大通、小通这些路都还在，哪一些城门都还在，算有的配班的，好，那只有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才知道说，这些的路原来从清朝甚至更早之前的荷兰时期，其实这个路都在，可是呢，经过100、200、300、400年后，现在，其实那个样貌跟以前比起来，其实差异性就变得非常非常大，顶多只剩下成本而已。那对我来说，一条古道在于它的历史文献多到一个爆的程度，而是在于这条道路是否可以说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原则上是在那个居民或是研究者或者是参与者，它就是共同的去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当然在这过程中，就会很多的路反而变一个是默默无名的路，在大家努力之下，慢慢的这个路就变得越来越有名，这是可能有这个部分。可
可是呢，也有些真的很有名的路，可是你也很到不了。或者是这个很有名的路，就算路在那里，你从旁边走过去，你也不知道那是古道。会有这种现象哦。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部分，原则上林地的部分比较少，那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部分。那我大概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哦，所以我大概很快跟大家分享，大概在整个做研究过程中，大概去过哪些地方。好，那刚刚我讲过说，我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比较爬山。所以千万不要问我会不会爬山，像我现在变那么胖，那现在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四十几岁了，再过几年就已经快五十岁了、哦、那我做过不少清代古道的调查，清代的先清楚就是日治时期1895之前的古道，那我们怎么去确认是清代的古道？没有两个什么样，不过这样走过去，我觉得它是清代古道。除了刚刚讲的，我用城门啊，走过去就是清代之外，我如果现在要找一条路，可以怎么样去找一条路？我用点，因为反正我都认识大家。这位先生刚刚问那个教室在哪里，第一眼就看到他。来，如果我们现在找一条古道的话，我觉得要从 A 从哪边走？左手，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再讲较快？没关系，分享，反正大家我都认识你，所以当做分享。你觉得我现在去找一条通道，我需要哪些资料？
那个后火车站等那个野鸡车，然后停歇站到营区去，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啊。那请你们如果未来不管要做什么调查之前，首先第一个你要有一些地图资料。那地图在哪里找？第一个就是反应式地图里面。好，那你们等一下把那个网址记起来，就是你不用用台南市，你就打百年历史地图。那进来的时候呢，原则上你就可以在里面把每一个图层都点开来。哦，那你可以在上面呢，透过它的一些数位化的工具，比如说它可以设点或设面或设线，哦。那这边有一个叫做线上数化，我随便把它点一点，这样点一点之后我就可以换图层。那假设我要知道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什么样的地貌变化，我只要点一点，好，然后我回去看以前的地图，看这个地方可能是哪里。哦，所以假设我现在要做一个空间的这种研究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地图的资料。那地图的资料哪里找？原则上现在网络上提供这么方便的资料，所以有些年纪也比我长的这些哥哥或者是这些姐姐们，图书馆当然很方便，可是呢，现在要翻图书馆的书其实又重又厚，又厚又重，所以一般人原则上网络上可以找，在网上都找得到。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你只要自己家里电脑。那它有手机的备份版，手机的版比较两光一点，只有七个图层。可是呢，在电脑里面的图层原则上可以开台湾所有直辖市，外加几个比较大的那个以前的省辖市，就是像基隆好这几个这个省辖市。好，那你可以看那个图层来看。好，那你也可以做一些旧物的这些复原。好，比如说以前如果我要去安平。我要怎么去？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去安平的，我们一直绕过去，那中间还在那，对不对？我已经绕旁边的，已经从旁边绕了。所以现在的地貌跟以前的地貌就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些基本的研究，那第一个一定要找这个基本的资料。第二个，如果我现在要做的研究是既有空间又有文献的话，那文献资料哪里找？哎，刚刚有同学啊，不是同学，我们上课习惯，因为这学校里面都是同学啊，学你叫学也就好，同学就变得很小。来，给你，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到今天还是有些贡献的。那如果要去找文献资料，去哪里找？啊？上网找。当然就是上网找，请问上哪边的网站？啊？好，那我先考个试一下。台湾，假设我要找清代的资料，哪边找？清代。清代资料哪里找？县志。对，你翻县志没有错，它县志很多，对不对？很多版本啊。光台南的那个台湾府志就好几个版本了，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有听其他老师也讲，他会跟你讲说，光以前的台湾府志的那个版本就好几个版本。好，那还有其他资料？那日治时期代以前，荷兰的，那荷兰资料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如果是身为台南人，就一定要大声讲出来，因为这是台南最重要的资料。你没有听过荷兰遮城日记，知道吧？那个好几本很厚起来，可以当做那个枕头来垫在头上睡觉，但是头很痛那个，那个头上那个一本都这么厚。荷兰遮城日记。好，那荷兰遮城日记到清朝统治过程中的中间有一个短暂时间，我们叫明政时期。那郑成功时期留下一些少数的这些资料，后来清朝人到台湾之后，把这些资料把它做一些汇编，把这个类似像明政时期的汇编，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明政时期的一些资料。可是因为明政时期的时间太短，
所以没有留下这样的资料，反倒是日本，抱歉，反倒是清朝的统治台湾之后，留下一些大规模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方式。那除了刚刚同学们在找资料里面说，哎，我们到图书馆去找，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你刚有讲。对，上网。上，那上哪个网？上哪个网？哪里？清代历史，台湾历史，你这样讲也是蛮的笼统。我想问的是，这个网站在哪里？中研院答对了，这位大哥就答对了。中研院哪个研究所有？啊？民族研究所。民族所管的是什么？管的是人类。在民族所管的是原住民跟大洋洲跟少数民族的资料。那中研院有几个所，分别是史语所、近史所、台史所、台湾史研究所跟这个民族所，请问放在哪个所？台史。那猜猜台史所里面有没有？台史所。类似像这个资料库，啊，古籍资料库，啊，那古籍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呢，原则上是当时候日治时期有一些这个日本的藏书，本来是台湾应该叫总督府图书馆，后来因为二次大战的关系，那总督府图书馆被炸掉了，后来变成了改运，变成台湾图书馆下面的台湾分馆。后来现在独立成台湾图书馆，那早年这几个图书馆有合作，所以把一些日本的资料把它数位化，放在这个网站里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下面这个叫做台湾文献重刊，只要。跟台湾早期方志里面，我所谓的方志是指清代以前的，或者是日治时期初期的这个资料，不包括近期的各个县市出的那个县志，战后县志不在里面。好，那如果是清代的时期的这些方志，或者是日本人刚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一两年，因为原本清朝末年的时候也要重新编方志，可是来不及编，就走了。那日本人到台湾的这个当下，就做一件事情，把一些清朝要修的方式修完之外，就把它出版。好，比如像《竖起林志》，就是竹东的这个方式，好，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有好几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相关的这些无论是汉人的这些典籍资料，或者是清代所留下来的各个地方的府志、县志，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你到这个网站里面，只要点选一个栏位，比如说台南，你快报表。
1700多笔啊，当然找资料不是这种找法，找资料所谓的关联性就是 A 跟 B 或 A 或 B 都要含在里面，或是 A 除外 B 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基本那个逻辑那个部分。他说你多找几次，关键是你可以筛选掉一些比较的资料。好，那原则上我用台南这两个字，我就可以找到1700多笔的资料。好，而且点进去后，它是一篇书的文章，一堂书会报。我们随便拿它开一篇报，我没办法开1700多笔了，但开完就已经得到了。直接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方式的这个内容，所以。以前是说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现在我其实要做研究，除非那笔资料是他特长不让我看之外，其实我在家在研究室里面，电脑手上一挥，我大概可以收集到70-80%左右的资料。好，那这个部分有资料啊，所以同学们如果有机会要去找一些各个地方的方式，当然。有好有坏，什么叫有好有坏？假设我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把它一本书读完，我对这本书的章节架构跟它的内容，我一定非常熟悉，有这样的好处。那这种叫做投机取巧法。什么叫投机取巧法？就是我只要找到我关键字的那个字，我把它抓出来而已。这个会遇到的问题是，你前后我不知道。那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叫概念，引导你回到文本里面跟这个你要的关键字有关联的部分的最好方式，还是回去把那本书借出来看一看。好，除非我很熟了，我知道这篇文章上午是什么，下午是什么，那我就直接很大方，我就大概就把它记录下来就用了。那你要到这种程度，你基本上要有一定的训练的功力。好。那这一些方式的这个资料，原则上后面都有附图，都有附一个地图，因为方式里面都有疆域篇或地域篇。好，那疆域篇就是说我这一个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街庄都要在这里面，所以虽然你现在看到上面是被文字化的这个文字。可是其实如果你不去图书馆借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其实最后面一页都有一篇一张地图，请你去试试看。方式是地方的。地方的记录的地图。是个城市或者乡镇的。对。方式。好，我讲老半天就是这两个字。是这两个字。好，就是这两个字。好，那所以如果你开始要做一些田野调查，或是你决定要去找一个地方的这个资料的时候，那首先你必须要去收集一些 database。那对我来讲，我就是会从这边来着手。那接下来从何治时期、明政到清代到日治时期，那刚刚我们前面一个网站的时候看到日本时代的一些旧址资料，对不对？那除了旧址资料之外，日本还留下什么样的记录？日本人屁股拍一拍，大手挥一挥 ，say goodbye 然后就走了，哇，好豪气的。日本人有没有留下东西？除了你跟我讲说那些建筑啊，然后火车站那些，这个然后那个台南市很多那个历史建筑，这个之外，欧林百货这些除外。日本有没有留下重要的一些资料给我们？有或没有？有，是有调查。这么迅猛，做资源调查。日本留下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这个东西。全名叫做台湾总督府公文内总，全都是日文。从1895年到台湾的那一刻开始，到日本人离开的那一刻，日本人在所有官方的这些各个厅署之间的往来的公文，全部都在这里面。但是
问题来了，不是所有的功能都会留到现在。这边有没有人是公务人员的？请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或者是公务人员退休的，公务兵嘛，被因为拆改就职，还是今麦是公务兵嘛，拆改就，还是派生也就。不要紧哦，我其实我第一工作专门我是兵工啊，那只是我从小都不是从小都读大学都是跑台北去，所以台北已经生活二十几年，然后现在在台中教书，其实我是正港的兵工啊。我知道很多，啊，所以这边不敢来台阳这边，因为那个区域是在南部。好，那日本人留下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这个叫《台湾总督公文备传》。那大部分公文都知道我们在写公文，那公文有所谓的永久保存跟所谓的一般性的保存，它按照年份三、七、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以上永久保存。那一般旧的秘籍又分成四个等级，现在剩三个等级，哦，就秘、机密、绝机密、机密之间、机绝对机密，最后是绝对机密，哦，那原则上这些公文会被日本人放在总督府里面保存到现在。可是呢，会有一个现象是，如果有一些普通的这些公文，可能是事务性的工作，哦，比如说总督的采买。三五年还是二五年，那个就不会留着的，那个事务性的东西就不会有。那如果是人事的、奖惩的那些，全部都会留。那些大的这些水灾啦、旱灾啦，全部都留在这里面。所以我只要找这个资料，我就很清楚知道说，哎，日本人在我这地方造桥铺路、盖学校、盖医院，这些功能都会放在这里面。好，然后甚至连这个医院的这个平面的设计图，花了几万日元，然后有没有追加预算，上面都写得一清二楚，甚至还有建筑的蓝图。好，那到这里原则上大概就知道说，哎，从清代到日时期，然后我们可以找日本的资料。好，所以不要以为日本人就这样两袖清风，一拍一拍就走了。那这个网站因为是之前中研院台史所跟台湾文献馆的说法，台湾文献馆的旧的名字叫台湾省文献馆，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是先动省后废省，就相当于台湾省。那现在的这种旧的台湾省文献馆会改成台湾文献馆，所以如果你要去找一些跟台湾这些道路的开凿啦，或者是这条路哪一年拓宽的哈，假设这一条路是够伟大的时候，原则上就会上公文上在这里面，然后被保留在这个台湾首都公文备传里面。啊，但是我要先讲哦，全部是日本哦，东西啊，你不能下一样东西，我然后跟意大利、俄国的感情，全部是日文。好，那这里面日文又分成。官方的这种比较属于公文书信这个系统，那有时候最讨厌的是他会写草书，日文的草书我也看不懂，我全部反正我都看不懂。可是如果他写的正式这些日文，大概读我大概都还 OK。可是如果他写的草书，我拿给日本人看，枪的你把我翻译解，他也是跟我一样念念下去，就好像今天有人。拿狂草给你看懂吗？听过狂草吗？狂草现在前面是行草，对不对？狂草，这边如果看懂狂草的意思，我也给你拍拍手。我也看不懂，一样的道理。好，那所以这边这样就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这个文献资料。那战后有没有？就1945之后。没有，你觉得有没有？啊，应该有，那结果会在哪里？刚刚其实有稍微泄露一点答案的，然后我们先走。对，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台湾文献馆。那趁我们去台湾文献馆的那个时间之外，顺便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资料，另外一个这个叫日记。资料库，
深潜的时候会有写日记的习惯，那写日记的习惯会把他个人的一天的相关的事情记录在日记里面，然后呢，等他到死后呢，这个日记被人家做整理，然后被人家出版。那其中还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重要的人物就是刚刚好他有留下日记，比如说像林献堂。好，林献堂的日记不叫献堂日记，叫冠冕日记，因为他号冠冕。好，所以啊，这个是冠冕先生日记，就是林献堂日记。那另外一个是水平君，是张立俊，他是丰原的人，丰原当地的士绅。好，那剪辑是那个农民运动里面被抓去关两年，然后里面写日记叫剪辑日记，就是彰化那边农民运动的时候被抓去的。那另外那个黄望成日记，黄望成是新竹人，那先是在国小当老师，后来被这个雾峰林家请去当管家。好，那在当管家过程中写了每天都写日记，等到看他日记的时候，我都挺想哭，因为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因为在中研院里面当一个访问学员，他当访问学员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周要上日记课。请问是上日记是人家给我上，是我给人家上？就每一个研究生就分配一个章节，还要把那章节的文章找出错字之外，还要去断句。因为以前的字里面都没有断句，所以你要去把它做断句。那如果是中文断句，那个我觉得还 OK 嘛，顶多插个几个逗点、圈啊或什么还 OK。日文之外呢，重点来了，早期的这些汉人因为受日本教育，所以每个人喜欢用古典的汉字，再外加日文，然后写成自己看得懂的语言，好像在写汉字的文言文那种感觉，可是是夹杂的台语跟夹杂的那个日文，他写成那个文字，然后还看到打翻成中文。好，所以在中间当了几年助理，大概做这些事，所以黄晨先生跟他还蛮熟的，因为里面曾经有翻译过的东西。好，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你们大概台南人会比较熟。这个是总督田建志啊，啊杨基正、林鹤洛，哎，这位是谁？吴兴隆是谁？不要说你不认识哦，不认识我就翻脸要离开这里了。来，哪一个学员来讲一下谁是吴兴隆？吴远的老板。哪一个？吴远就是那个台南的后面那个请教。好像不是哦，猜看这个吴兴隆是谁？这位吴兴隆不是台南市本地的，他是将军的名字，然后现在他的老家是在大陆。那为什么讲这人？是因为他本身他是医生，他的儿子后来现在是当医生，应该已经80岁左右了。然后不是他跟五角病太有直接关系。五角兵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是日治时期受日本教育，然后去读医学院的人，后来开医院。那在整个日治时期，跟一些士绅或什么都互相就搞鬼艺术的料，然后来后来战后时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给他一个位置做，就是以前的台南县府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兴隆先生，所以在他手下就那时候编了台南县县志旧版，民国50几、60几年的事情，你查一下吴兴隆。那他的后代现在也有人是当医生，还有是当建筑师，在现在家里那个地方，好，在那个咖喱藤球协会面那附近，我去他家喝过茶，所以他是台南人。那接下来下面有杨水清，还有一个日本人哈。那日治时期有几个几个台湾人很有趣，是先生跟他的太太同时都有写日记，最有名就是林献堂的先林献堂先生跟他的夫人，好叫杨水清。好，另外一个是林烈堂的太太，
叫好像叫整理自家命的样子，也是先生有写日记，然后太太有写日记，这个机会难得。那我请问你，先生写日记跟太太写日记有什么不同？这位姐姐来。有女生的话，应该是从你的眼睛出来。给他拍手一下。因为男生打刚你口靠招手嘛，所以男生会写什么？今天大东信托找我去开会，然后哪个股东欠我20块日元？男生会写这东西，女生会写什么？那个就写说，哎、欸，那个老陶厨说明天要后面那个谁生气日要送个祭品过去，女生会写这个。啊，或者是哪个杂货干，然后家里有丧事，我们要给那个慰问金过去，所以拿对了。所以这个日记出来就知道说，当时候的整个家族在这么大家族在运作这么大的这个过程中，男生跟女生角色以这个家族运作的过程，可以从如果有男的跟女一起看，就是全貌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几位重要的这个日记哈，都被数位化了哈。我看里面刚刚就讲的就是热兰特城市记，那这边也插大热兰特城市记有没有？1162/1662。好，那邵玉明是早期的台湾外交官，好，那吴松庆，然后马偕日记，好，那左边这个是你们在地的，很早期驻台南日本兵写的一本日记，好，那这个都放在这个中文院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可是呢，刚刚的那个文献重刊是不用登录账号密码就可以进去的。可是这个话必须要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才能进去，所以你必须要写信给对方的网站，说我可不可以在我需要做研究的方面下给予我一个授权，可以让你在外面联网到中文里面去。好，那再下来的部分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总督府资源录。日本总督府的资源库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日本人在官方里面这通啊这边全部都捆绑放在上面，可是没有到全部。什么叫没有到全部？关节太小了，放不进去。好，里面有地方的行政管辖，里面最阶层就是比如说警察，警察的日文是其实叫巡查，叫巡查。巡查就没有，只有警部五以上。如果用我们现在就是两线一星以上，是一线要两线一星以上，好，那些就会有。好，所以如果我要去找一些日本人，或者是台湾人曾经在官方里面服务过，比如说我今天走一条路走到那边，突然看到一个人说啊某某某台中什么什么什么知事，哎，我要知道他地。的年代生年那一年，他是不是在做什么职位？那我点进去里面，我就可以看到那一天的资料。你们最想点谁？阿牛啊，阿牛有。我点一个大家比较熟的人。中间那么多名字我记得的，哇，我在打开鬼在聊了，但是这些重要两次都记得，其中一个叫左田中马太，那你们注意看一下，他的年薪是6000日元，6000日元多少钱？折合现在台币2000，日治时期一个。老师的薪水大概25块上下，
25块的薪水换算成现在国小初任小老师大概是43000，然后他是你的薪金6000日元，请问他月薪多少？我每次都出题考学生。记得他月薪很高。1个月几百万。哦，他薪水非常非常高哦。哦，所以后来佐久间总老太退休回日本之后，他才有那么多钱去成立一个佐久间财阀，因为他光当9年多的总督的任内的强的就几年，更何况是有些是额外的天皇的赏赐啊，比如说他做的不错，天皇会每年哦，那多给你100、200这样子赏赐。那黑的我不知道，我也很在，明的就这么多钱了，明的这么多钱了。所以我每次都会让学生说，6000日元，然后民政长官就有点像行政院长，4300，年薪4300，所以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真的逊毙了，一个人薪水40-50，30-40，跟这个薪水比起来简直是，逊掉了。好，那这个资料原则上就是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那所以如果你在做一些品调查或是有些要找一些日本的名录，请记得就到这个网站来看，你那个名字他肯定保证里面的，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好，那接下来讲到战后，那刚刚有学员说战后的资料就是在这里，接下来有审议会的资料，还有一些各个县市的档案，好，比如说一些统计资料、一些公报，好，省政府的福报，我都可以在里面查得到。好，所以有时候那个我们政府做的蛮多事情是你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真的做了不少事情。那也不要我来使用，也是因为大家都来用，而且这些钱都是大家的钱。我现在只是当政府做广告，而这些资料其实我常常在用。好，那包括有一些总督府的福报，啊，毕竟今天总督府说我今天颁布了一个脚踏车的命令，啊，脚踏车长宽要多少，前面要盖几个白蜡，然后上面还要有电灯，啊，然后这个长宽要多少，然后有一个规范，还有一个降温，它就公布出来，啊，就整个台湾都使用的叫做福报。那各个县市在根据他需求去发布的，有所谓的周报跟听报。
哦，比如说台南州的州道，哦，或者澎湖厅的厅上，哦，那这些资料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哦，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做研究一二十年，很多东西其实我马上都可以找到我想要的资料，哦，然后也找到想要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可是对一个不是从学院出来，或是不是从一个比较正规系统出来的人，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个找资料方式会很害怕，或者是老师会跟你说，你去图书馆变找啊，那签图书馆规百不能找，你是怎样变？你要变到什么规模？所以我现在要翻书的时候，我都会先跟同学讲资料库，我再请同学们回去找那本书出来，那这样他们马上就有概念。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学习，可是我们那年代二十多年前并不那么盛行。先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叫我去找自考。因为读大学的时候，去图书馆里面，然后要去拿那个自考，上面就写那个，有的请举手一下，有的人就表示那个年代跟我。我已经快要被结束了那个年代，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三八六、四八六出来了。后来就迅速的变很快，从五八六开始就开始变得很快。我是那个四八六开始的最后一批的那个年代。四八六怎么继续说下去？二八六，大伙要直接变的开机那一种，二八六开机还要塞磁碟片的那一种，对不对？开机要塞磁碟片，现在开机。三十一片就尽量笑了，好不好？所以现在大概已经不会有那个三十一片开机这种状况，你要连随便点插上去就可以开机了。哦，那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做研究当中，我就会善用这些的资源去做我个人的研究。那因为你如果要真的去做一条步道的研究，或做一条古道的研究，其实你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些资料搜寻的这个本事。为什么我找不到这样找到？那不在于自己能力不好，而是那些资料的连续性，或者那资料独特性不熟悉。比如说，你下关键字下是很精确的，哦，那这个不精确不代表你不会，而是搞不好它是用俗语，对不对？有些地名是用俗语啊，有些地名是用日文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做这些资料调查或研究过程中，你可能要工具书的这样的概念，然后也要工具语言这样的概念。好，那在沟通上，你可能会更多种语言，会是更好的。好，那对我来讲，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开玩笑说，如果今天有人要来跟你演讲，他用台语演讲，应该可以翻成中文。他用客家话，我可以即刻翻成中文。这边有没有是客家的？哪边客家的？没有。你待闽南汉语？我爸不。好好。我以前待闽南这边读书，不听多种闽南。我在青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会讲客家话。可是我99%是闽南的，你们到底知道吗？那所以多种语言跟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其实会让你在找资料时，你那个能力训练起来就会很方便。那当然，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大部分都做原住民研究，所以我会听得懂原住民语。我听得懂原住民语，当然叫我讲有点困难，但是那个音只要从那边讲，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讲讲第一个，大概那个音大概都会听得出来。好，那所以。你要做一个地方的小研究，或者其实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训练哦。好，那因为明谦每次叫我来演讲，我都不喜欢照着他给我题目来讲，他说怎么讲的？你到历史根本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那个讲的我会做过的，或者我曾经做过的，你不见得做得来。哦，所以我原则上用我最快速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我是怎么去做这些东西串联的。啊，当然，还有一些资料是我还是得要借助一些书籍类的出版品来辅助，所以我看到你们自己的图书室啊，整排的都是书啊，那是免不了的。可是，在还没有这样的背景知识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这些资料去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建构出我对这个地方的一个了解。好，所以千万不要再想说台湾哪个东西都没有资料，不是的，是你找不到那个叫做所有的入门这个部分，你只要会的，你再过一两年，你还是一样过，你都会站在这里。所以我相信就够，反正也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教台湾历史或台湾文化相关的，我都会教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后面的那个助教，我几点要离开这里？9:10，最慢9:15。那我九点离开这里，要到火车站是不是？对。有人要去高铁吗？坐这班高铁，我要回台中。好，那回到那个最前面，就是您先跟我的那个题目哦。那我从大学时候的登山，然后开始去做古道研究，其实也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爬山就爬山，干嘛去做古道研究？古道就是一条路而已嘛，这条路弄出来要干嘛？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可是年轻时候的想法是说，我找到一条路，我好伟大，真是太厉害了。那然后呢？重点是后面，一条路如果没有人走，没有维修，没有去说故事，那条路再过两年还是一样是不见的。好，所以后来因为我做古道，所以我后来做原住民的研究。那做原住民研究过程中，就会跟原住民的迁徙或者原住民的相关的这些部落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好，就会让那个古道本身比较深入这个部分。那这边有走过古道，请举手一下。你走过哪里？侠客楼。侠客楼好玩吗？好玩，好玩。好玩。除了侠客楼，你走过哪里？哇，它里面不错哦，华龙湾古道。这么少，怎么有没有还走过瓦拉米或者是侠客楼以外的古道？我都走一段一段。好，走一段一段，走哪里？有一段是从那个步入峡谷上去，要到以下的路进去，中间有经过。对，那个叫大仁溪古道。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段是，就是从新塘古道就好。哦，就好走 ，OK， 新塘古道就好了，翻过荒坪这样子。对，翻过几步山。对，那里面进水还不错。阿朗一算吗？阿朗一，其实真正的阿朗一古道其实不是那一条。真正阿朗伊古道其实是从丰港直接翻过来的，对，那一条路的名，如果按照汉人的命名方式，应该叫做朗教滇南道路，就是恒春到滇南道路。阿朗伊其实是从内斯那边翻过去的路，然后从安朔那边出来，安朔的旧地名叫阿朗伊。那没有关系，反正名字误用了或者是乱用了，再那么多年那我无所谓，反正阿北然后哦，反正错也是一两件事情，那么用都错不了，那就算了。那所以那个廊桥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廊教，你看其实是廊教，其实现在指的是车程，指的是车程，对，其实指的是车程，一切古意性。我们光一个台湾这两个字都可以吵很久，对不对？台湾，然后什么的，然后我来想一下，其实都还好吧，至少都只来自台湾嘛。
至少不会只能台湾说香港就好了，对不对？那就算了，那就无所谓。那所以大家或多或少其实都有做一些走过一些古道的经验哦。可是真正如果是一条古道，要从无然后无中生有，然后让你爬到这里出啊，很辛苦的。你知道什么叫披荆斩棘吗？不行，侧棋都要被楼标照出来呢。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说没有，好像就是步道走一走，然后真正如果找到古道，整条路清出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重点是，很多以前旧的路，其实经过那么久之后，那个路其实都坏光了，因为没有人在走，主要是没有人在走。好，那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以前的路其实路的宽度不宽，某那头就宽。你以为是高速公路啊？开玩笑！以前人走的路大概一尺搞定了嘛，对不对？扁担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六尺、七七尺就会使过啊。啊，若要小厢车，无超过三米啊。哦，那所以在这样的那个的这个路里面，其实如果真的是以前用过的话，过了很久之后，你还想去把它找出来，其实有那么点难度。哦，那我在大学上面找的是清代的高速，对清代实习开的路还有点概念。那到了读博士班的时候呢，我又吃饱没事干，写了一个我这辈子最难忘的题目，叫做《爱有限》。那很不幸的，爱有限在我读博士班的时候打起完了。然后也莫名其妙就拿了国家的补助，当年听说是台湾图书馆里面那个唯一一篇博士论文获奖的100年的时候，因为我竟然把爱有限全部写完了，那时候神经病了，现在想起来再让我做，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事情。全部再读过一遍啊，全部再读过一遍，好，那所以你问我。什么是路？什么是线？哪个路在哪里？哪个线在哪里？其实你这样讲，地名马上就知道在哪里。所以你看，他刚才讲哪里，我就说嘛，他是哪里，对不对？因为我都去过。那你要到我这样的能力或这样的经验，第二次你大概跑不掉，因为我跟你们时间都一样啊。我其他讲的嘛，其他滚嘛。那我要去到那个地方，表示我花很多心力，花很多时间，就这样研究。好，那剩大概。一小时左右时间，我们休息了3分钟左右，然后我喝个茶，然后我们今天就讲到9点。那讲到9点的时候，基本上我会讲到刚好9点，我会剩下大概45分的时候让大家问问题。好，所以等一下大概9点多一点到45分，好，然后我们休息了3分钟一下。对，我接着，因为我们吉利店台中长的，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刚刚讲到，就是一些史料要查的，就是我们研究员啊，我刚进来。反正还是要，我们还是不会好。
其实是因事情或因
它的路的这个性质，而给它冠上它的名字，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公平的。很多很有名的道路，原来其实还是古道，比如说像台一省道、台三省道五四。好，那只是说现在一直在用而已。那相对的，有一些道路，因为它没有长时间的被使用，反而被你透过冠一个名字，留到现在一直被称为是古道。比如说像新八路关古道、日八路关古道。那可是我反过来问你，那新八路古道你有没有走过？没有。那又是如何？它就是一样路而已。就是只要我们啊，那我现在该挖的地方挖成一个像人可以过这样子的路而已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在里面？或者在山上绕来绕去，然后翻过中央山脉到公路去，就这样子而已啊？啊，日本人的古道，好，大家不是有去走过瓦拉米，我去走过侠客楼，啊，侠客楼，你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你知道看到很多看到很多，有酒瓶啊，也有他以前生活的一些建筑啊。好，像那下面南后，下面就是南后，住在手，住在手，对，就这样子，对，就是这样的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一条路而已。那日本时代因为设很多派出所来管理原住民，他的住在手因为被烧掉或者是。毁坏之后，就再看不到，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本身就是一条路而已。那对我们来讲，我只是觉得，去走那条路可以寻幽揽胜，然后可以有益身体健康。那其实共感是比较方便的。马博前面就得数的时候在。哦，那我几乎走过台湾所有的古道，所有，包括爱里街。包括两件，好，那所以对我来讲，它就是一条路。那作为一条路，如果只是一条路，我觉得它的内容是不够的，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故事的东西在里面。那可能会跟人的迁徙、跟人的文化或跟人的其他历史部分有点关联性，里面原则上材料它会是古道这样的意思。好，那以往。你们最常听到大概是杨南俊老师、刘华老师、李月东老师、好、林义宏、吴任和跟我，我年纪最小，我年纪最小，先自我虽然快五十，可是我年纪最小。那重点来了，在山上跟在平地的最大差异就是，山上的路很容易被保存下来，因为你不会一直住在山上。可是平地你一直住在平地，所以平地的古道最后会不见。那如果再加上都市计划里面重新再弄一下，那整个路就不见了。好，那原住民的道路它有限，跟一般的古道差异性在哪？原住民道路部落跟部落之间联络的这些道路，那随着这个部落在的时候，这个路当然在；部落只要不见了，这个路当然就不见了。同理可证，平地如果有这样的以前平埔族部落，部落还在的时候路在，部落不在的时候。路也不在了。那什么叫做爱武线？爱武线这个爱是其实是防御这个据点，到不见得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当然有部分是原住民，尤其是到日治时期。那这个线的上面会设很多这个派出所，日本其实不叫派出所，日本叫监督所或分遣所。那透过这一些线来管理这个原住民跟外界这样联络，所以它有点类似像防御线的这样的概念。那如果在空间上很像这个中国的这个万里长城，就不能翻过那条线。那这一些道路呢，本身会有因为临时或永久性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一条路的话，它应该是永久的，比如说台一省道。怕跟你讲前表情的人吧，感情吗？给小队友，他会是永久的。那什么叫临时性呢？就是为了某些特别的因素，比如说财商、法老，或者是这个地方伐木、等等，或者是临时要去跑来住民等等，这样的路
用完之后不会再用就丢了，就不会再用了。所以道路本身会有临时跟永久，那永久性的道路通常还是永久的，可是临时性的道路可能再过了一段时间使用之后，有可能会变成永久道路。好，所以它两个是会互换的。好，那只要是国家所支持的重要的道路，原则上几乎都是永久道路。我不跟你一样，盖个双道路公马掌握歪流氓，绝对不会这种事情，省道不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叫永久道路。好，那在现在来讲，最多的这个路，原则上在清朝的平地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官道，就是官方在往来南边、北边时候所要这个走的这个道路，通常是在重要的这个地方行政的中心跟下一个地方行政中心之间的一座道路。好，比如说对高雄出发，从左营出发，沿着哪里？沿着现在的这个南麻溪，好，北上经过蓬莱，好，然后再从这个靠近这个南边这个地方翻过来，金马街的一站旁边啊，对一站旁另外看台南西岸呢，这就是以前清朝时候就是这样走的。好，那这样的道路系统，在以前可能就是透过马那个牛车、是马车、牛车，一背就补，背来拖就拢，透过牛车来拉这个东西。好，那到日本人来之后，当然就把这些旧的路基附近做一些新的路线的规划，就变成了所谓的纵贯线的铁路。好，那日治时期初其实是纵贯线铁路早于这个道路系统，因为纵贯线铁路在1908年就通车了，可是台一省道整个拓宽道可以走，其实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叫做指定道路，基点的哦。那指定道路原则上是可以开汽车走的，也再补一下。那当然，公路系统的发达是跟汽车工业本身有连带性的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没有汽车这样的工具，原则上公路系统不会发展那么迅速。你这样讲比较快。好，那所以这两个中间它其实是去搭配的哦。那在清代的末年，因为有发生了所谓牡丹社事件，所以当时的清朝除了海防之外，另外一个是重视所谓开山抚番的这个部分。那开山抚番的部分，原来就是开路从我们的西部到东部去，开了很多条路，前后大概开了8条路，8条路去到东部。那这八条的路，原则上平地的部分大概有一丈宽，仅登是长丘，大约差不多3公尺宽。那在山区的部分呢，因为有些地方悬崖峭壁，也不能开那么宽，所以至少有6尺，就是峭壁，对不对？1.8米啦，公分峭壁1.8米，几米北这个宽度。所以那个路，如果你真的找到那个路，其实那个路还是蛮宽的，哦，比想象中要宽。哦，那所以清朝人看路，其实平常心讲，比日本的路还好找，因为路比较宽。那当时候的这个开山抚番道路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清代的道路呢，大概有哪些呢？目前我们大家还看得到，当然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哦，不见得其他们不在这里面还是有。哦，比如说像苏花啦、积极道路啦、水沙岭等等，这都是清代。我们现在在现场看，还可以看出来是清代道路的样子的，因为它没有被拓宽，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宽度被跨过，哦，那宽度还在的。那当然，你说有没有以前是清代，然后现在还是清代，那还是在，是那个路已经变成了实线道了，那个我就没有办法说那条古道真的在哪个位置。可是如果是这些路的话，在山上平时上都还在。好，那下面呢
几张图是有关它的位置哈，就是清代的路跟日治时期的路哈，啊，这是水沙岭的这个道路，哦，这是也是清代的路，哦，那它是从这个集集到埔里的重要的这个路，哦，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关门的道路，这个也是清代的道路，哦。那它是从现在这个集集出发，从浊水溪翻过了这个中央山脉到花莲的瑞穗，路也还在，啊，路也还在。哎，我们刚刚毕业了。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八通关古道，那八通关古道是从现在的竹山出发，翻过了这个阿里山山脉的平脉，到了现在的陈友兰溪的上游，再从东埔。然后翻过中央山脉，下到现在的玉里，100多公里。哦，那有一些路段也都还在，啊，也都还在。好，哦，那这个是安通月，是到了这个玉里之后，要到海边的时候的这个连通的这个路。好，哦，这是安通月的这个路的位置啊。哦，好，接下来是南边的这个道路，就是。在日治时期或清代的时候，因为台湾的话是中间很高，北边很陡，尤其是雪山山脉或者中央山脉靠近这个东北角的时候，基本上是直接切到海里面，所以那地方是 很不好过的。所以不论是清朝的人或是日时期的人，都想办法要去东部。那想办法去东部怎么办？往南绕跟往北绕。那往北绕比较不好绕。为什么？我下面对北边怕拍摄，我下面这主要对北边怕拍摄。是从东北走还是朝西走？还是还有关系？朝西是从南往北走，所以你俩对北边会各主要各到南边各到北的。那如果我是从南部绕过去的时候，是顺的。是顺的，所以以往要去东部的花莲跟台东，通常喜欢从台南或高雄的港口，再从那个，顺的就绕过去了。好，那在南部呢，因为要翻山越岭，一定要过了南大武山以南，高度才会从3000公尺降到1000多公尺这个部分，那位置大概就现在的进水的古道附近，所以。清朝车也就从这边开路，日本人来说就重修这个道路，我们叫做这个三条龙道路哈。那昆仑凹道路是另外一条，好，哦，好，那是从现在的这个古罗，然后翻过中央山脉到现在这个基隆这一带，好，这才是进水古道，哦，这才叫它的学名叫三条龙天然道路。好，他大概是从这样过去的。好，直接到大的。好，那接下来是社寮边南道路。那这条道路是我目前要找出来的一条路，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而且，最近刚刚好又有一些小案子都想处理，看这条路到底是在哪里。那只要是开的路，五库叶的往这走，就会有路，那个路就一定会在。好，那这个是卑南的丰南道，就是现在的那个南回公路的前身。好，南回公路的前身。好，那这条是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阿朗尼道路。好，它的原名其实叫做横顺卑南道路，或者叫。朗教卑南道，它其实原名是这样子，好，它是从恒春出发，然后到过海边，然后一直往北到现在的那个安朔。好，那接下来讲的是日治时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泰永线。那泰永线因为是我博士论文，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又在考试一样那种感觉，被提到起就怕。
那原则上我就比较轻松跟你讲，就是爱聊天就是一条界限，你不要过来，我不要过去，就这么简单。可是，在那个线上的厮杀啊，就是所以爱有限原则上不应该被当作是古道，因为它就是防御线。只是防御线上，因为你有人要在上面驻守，有一条路在上面走，所以我们要找爱路。可是现在所有人都把爱有限叫古道，所以说，请问你会在万里长城上面走吗？不会，因为它是一条界限。好，那只是说，因为那条界限通常又清楚又容易找，那上面的路也清楚，所以看起来很像古道。其实，在那个风声鹤唳年代是一般人是不可以在上面走的，而且是警察是24小时站岗在上面。其实应该不是讲警察，应该讲爱人，是上面24小时站岗的。所以你休想跨越雷池一步。好，那当时候的这个爱永线，其实清代就有清代的爱永线，基本上简称爱丁线或所谓的爱线。那更早之前有所谓的肿瘤线或肿瘤蓝线、红线这些，哦，基本上就是很确定我们一个界限这个位置，我们把画出一条区的线出来，那在上面派重兵来防守，大概就是爱永线的概念。那日治时期呢，比较厉害的是，他把这样的爱永线的这个规模，从一个比较静止式变成是个移动式的，那个爽还大。哦，今天这个线在我家山头，隔了明天那个线跑到他们家山头去了，因为部队派出去开另外一条线过去了，所以整个山上都是爱永线。那如果你问我古道和爱永线哪个比较好，我个人觉得爱永线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爱永线通常都会设置在一些制高点跟一些比较那个重要防御的地方。可是古道通常是要绕，所以走那古道基本上都一直要避开那个大波壁、小波壁，就很讨厌。可是走爱永线通常不会，顶多遇到断岭而已，因为它是岭线上直接开过去。然后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当然不会有断岭，以前是架木梯嘛。啊，过了100年后，当然不会有木梯啊，只是看到两条线断掉，就这样子而已。好。那为什么要开爱永线呢？原则上是希望可以控制原住民，以及可以有一些伐樟、采鸟或者是伐木作为这样的一个利基哦。那当时爱永线有分三个等级，原则上等级越高，监督所或者一些警备单位越利基。好，那日治时期的爱永线的那个里，原则上一日里大概等于3.927公里，一日里大概约等于4公里。4公里这个长度，那三等最低阶原则上是不设那个爱永。好，那一旦确定要推进爱永线，会有当地的这个官员来组织所谓的推进部队，然后开始去推进。好，那推进过程中会有一些重要的这些工程设施，包括像爱永线的本体，那爱寮的这些防御单位，包括像监督所、分遣所这些寮舍。那以及为了怕原住民翻越这条线，会设所谓铁丝网，然后呢，因为要去看这条线，会在上面做隘路，以及设置这个地雷、探照灯等等。那有些重要的路线，甚至为了不让原住民翻越，设所谓通电铁丝网。通电呢？那请问通电的电怎么来？你不期待电是个古牛，日本时期的日治时代的电是怎么来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水力发电，好，答对一个。偶尔会用火力发电，但是火力发电指的是柴油发电机，就是柴油那种内燃机这种发电机，大部分是水力发电，用最原始。所以我只要在一些有富有水利设施可以做的这个地方，我就透过高低位差设个涡轮，就可以有电压这个产生，就可以通电了。那南台湾这边最有名的是那个六龟警备线，在六龟那边，那个是通电的铁丝网，那是通电的铁丝网。
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做一些道路去看那些防备的这些点，所以会铺一些这个路的这个工程出来，那原则上一般的爱尔线的开路通常都不太宽，大概三十到四十之间，大概九十公分到120公分之间而已。那偶尔会有很宽的这个路，但是大部分的路其实是很窄的。好，那爱尔线就长这个样子。好，就是你现在在那个 PDF 的右手边看那个，那个爱尔线呢，其实上面的状况是把那一条线会通过地方的树全部砍掉，希望怎么撤掉，然后在一些重要的单位设一些瑶舍来观望。哦，那中国是比较笨，是还要叠那个万里长城，对不对？日本比较聪明，就是反正我到制高点那条线全部砍干净，你原住民翻过来我就看得到了，然后再翻过来每个制高点设一些隘寮或设一些监督所。就可以观望了，哦，那就像男生去当兵时候的站哨一样。那如果有原住民要翻过那条线，可以不用请士兵，可以予以射杀。好，哦，那有些通电的地方就可以享受晚上 BBQ 的那个美好时光。因为是高压电，所以那个电通电竞争之后，那个人死之后就会超会大嘛，啊，所以可以享受那个烤肉的时光。好，哦，那有些原住民就会，不论是电，然后被电死在那高压通电的那个铁丝网旁边。后来原住民学聪明是，看到那个铁丝网在那边的时候，不会手去摸它，用棍子去推它。那只要棍子去推它的时候，刚好火线跟地线碰在一起就二十。哦，你知道那个一般我们的那个电分成只有跟交流，那交流电里面原则上是只有火线。地生地线就是，这就是地线。好，哦，那在通电铁丝网上面会拉一个预备的地线，哦，那其他都是火线回收。啊，所以只要你站在那个地方碰到那个电线，原则上不是触电的，对不对？你站在地上就感电了，哦，就感电了。那高压电的那个电幅大概6000伏特，110都会电死，高千。那个6000当然被攻击，很稀罕嘛，哦，所以刚开始有一些功效，可是后来原住民学聪明了。那整个爱尔线大概会砍差不多20公尺左右的宽度，哦，然后呢会做刚刚讲的爱路，哦，然后会做一些监督的这个单位，哦，哦，那以及会造这个吊桥。哦，然后呢，为了怕这个原住民袭击这个警备单位，会设一些这个木栅啊，或者是一些木头做的那种，就像木剑或木刀的这个东西，防御那个原住民到那个地方来。哦，那此外还会用铁丝、地雷跟一些这些探照等等，哦，让原住民不要再进到这个地方来。哦，那这是通电铁丝网的这个样貌。好，那铁丝网的工程里面有分两种，一种是有通电，一种是没有通电。好，那以下呢是每一个时期各个地方爱尔线的这个位置跟样貌。那台湾从头到尾有四个地区有爱尔线，从台北开始，新北市，然后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高雄。接下来翻到东部是宜兰、花莲、台东，主要这十个县市有爱尔线。好，回过头问，台南有没有爱尔线？第一个要先问台南的原住民。现在当然是有，是那时候不足，对日本来讲已经 OK 了，哦，已经白救了。然后呢？云林有没有？没有。云林是州主，有州主也没有。那请问澎湖有没有？
澎湖哪会有澎湖爱的人？所以澎湖根本不会爱五千，好不好？这只是考虑，澎湖不会有爱五千，好不好？彰化有没有？彰化没有，因为彰化被南投隔在外面，被南投隔在外面。如果爱五千还是清代的时候，好，那这个是下来是几个地方爱五千，是桃园的。新竹的爱永线最多密密麻麻的，接下来是苗栗的爱永线，接下来是台中的爱永线，接下来是南投的爱永线，接下来是宜兰的爱永线，密密麻麻的，接下来是花莲的爱永线，花莲爱永线，或者是台中的爱永线，或者是高雄的爱永线，离我们台南最近那是高雄的爱永线，有三条。那这个是当时候爱永线的这个照片哦，就是一个鼓的类似像打鼓的警戒亭哦。那右手边就是在重要的那个位置设一些那个哨站哦。那你要出去或进来就是通风的地方，你才能进出哦。那现实的城市就是长这个样子哦，就长这样，就是路而已哦，就是小小路，没有花。那这是山上的建筑所，那个矿饭厂看起来不怎么样，所以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些日本时期的特色，非常兴奋，到后面呢就不兴奋，因为家里面酒瓶一两千个，那个碗啊玻璃一大堆，到最后已经都看到都不捡，因为一大堆哈，所以最后就想要知道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谁背来的？那谁用的？这是比较有趣的这个研究。那左边那个是桃园这边爱永线，你看那石阶叠的很漂亮。那这个是一个生前所的遗址，现在变成那个香菇的干燥室。好，那这是关西那边爱永线。这是爱路，所以。山上唯一好处就是平地看不到东西，山上会留下来，因为如果它只要不要被大规模开发，原则上就看得到。好，这个是新竹到苗栗这边的爱永线。好，那这个在桃园这边的爱永线。好，这个也是新竹这边爱永线。好，那这个是后面铁丝网的。原貌是长这个样子，你看那个艾子在树上没有一颗两颗三颗，你跟我说那个是不是我偷偷去选的假发型的，现场看到的，就表示那棵树在长的时候，竟然下面不长上面，因为这条艾五线是1910开的，100多年后的现在，竟然那个艾子都还在树上那个相对位置，好不就够干单，竟然没有，因为。树长高，下面也被它弹到最顶端去嘛。这是游罗山这边的爱永线。这是引动的这个古堡。这是日治时期的一个监督所的这个位置。这是霞河爱永线。这是马拉松爱永线。所以那个路其实都没有很宽，就小小的这样子的路。这个是苗栗县附近的爱永线。这是台中附近的爱永线，这是从爱永线看那个和平区公所附近。那刚刚这张照片的最左边那个男生，就是刚刚送我掉的这个男生，是我助理，他那时候陪我调查二十几年，所以他听到我在那边，马上过来找我，马上送你掉了，就是最左边那个，就是刚刚跟他太太走那个。这山上会发现很多这些日治时期这些碗，然后很坏掉的啊，破掉的酒瓶或破掉这个碗啊，一大堆。日本的碗很好认，薄黑，然后那个上釉很好认。是爱路，这个路是真的砍出来的啊。我要被剪了，这个也不打不出来，反正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建筑，分解所的位置。这是一个监督所的位置，这是一个监督所的类似像爱阳的部分，右边是跟爱路，左边那个是炮塔，
因为有些地方为了那个动二元素，你会在高点加深的炮台。那最后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分享最后一部分是有关那个日治时期的旅班道路。那日本到了爱永线结束之后，开始是大规模修筑这个道路进到山的这个部分。那平地的部分当然也因为这个交通工具演变，开始大规模的设计所谓的一般性的这些公路。所以1930年代以后，台湾很多城市都有公共汽车的这个巴士的这个路线。那队伍叫成和株式会社。那队伍是这样写，就是公共相反是公共的那个汽车公司。台南这边也有，高雄也有，台北也有，有这样的公共汽车的部分。那日本人为了控制这个山区，希望在山上可以开导的道路，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可以活用一些山上的资产之外，进而可以控制原住民或是原住民的状况的时候，可以让原住民的相关的这些控制力达到最顶点。那也希望原住民透过这样的道路，可以做一些教育上的这些过程，或者是卫生的改善等等。那日治时期留下很多著名的道路，就是大概有这些：八福、三星、甲板山、侠客楼。所以刚刚同学们都有念到这些道路，那些道路有些变成现在我们的古道系统，那有的变成我们的公路。比如说三星甲板山道路就是我们现在北横的鹿港段公路，那大甲溪道路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横一部分。那河湾越野道路的一半，沿着像现在往上雾社那一条，是在这个河湾越野道路的路口上面去拓宽的。那下面还有包括八通关、中之线、关山、内本路、资本到进水等等，这是日治时期重要的道路。那图片中那个路叫做边雅南道路，是现在从南投翻到离山的路。那原名叫做边雅南道路，那以前的路长右边那个样子，那八五月岭道路原则上是比较北边，那我们这边比较早快看过去了，留下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看照片，好，然后一样。这样，道路刚才讲就是，从这个雾社，然后到这个南洋溪的这个道路，那如果大家偶尔会听到电视在报告一条道路，叫做例行产业道路，全台湾最烂的产业道路就是这条古道的前身，这样讲就知道了，叫例行产业道路，全台湾最烂的产业道路。再怎么修都修不好，只要下大雨，就像土石流这样子。那它其实就是这条路的前身。那这个是高岭大路，高岭大路，高岭大路。后面有些照片，那如果你是真的走在古道上面的话，原则上你会看到这个。这是时间，这是青邦湾古道。那有些人在做古道研究的时候，都会想说古道可以骑马，古道可不可以骑马？我们下面看同学，古道可不可以骑马？可以。好，我现在问你，马在日治时期是贵还是便宜？为什么贵？少。少。第一个少的，有比较多，比较多。好，请问马是温带动物还是热带动物？温带。那你把一条把一头温带动物拉到台湾来，那一头动物会怎样？先不要讲热死，第一个会有皮肤病，对不对？二皮肤病。第二就是水土不服，所以日治时期的马一般来讲都是装饰用，
就是从阮要来休息时阵上来，让你坐一下、绕一下就回家那一种。好，那马确实在欧洲、欧陆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个北方这个平原上面，这个马非常好用。可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马并不是台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那回过头来问你，那马如果在山上要骑马在山上走古道，那我会先问你，清朝人会不会骑马？应该会吧。对。那清朝人在台湾，将军会不会骑马？应该也会啊。但是那个马会不会很普遍？应该不会。那马在山上如果要骑的时候，怎么骑时间？你骑给我看。这是西班牙古道，我实地调查的时候，就是整天的时间。你给我一下时间，比较好。那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八通关古道的东湖那边？去到云龙瀑布，我去到云龙瀑布，你举手一下。就是两条两段的瀑布，然后有一个小桥过去，那个叫云龙瀑布。到云龙瀑布之前，你有没有印象一段头要低下来走？石壁。对，石壁有没有？然后找起来像一个多字形这样子，那你头要低低的走，然后蝙蝠前进，有没有印象？很久没走了，但是我知道都是石壁，对不对？都不好走。好，我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体系，洞穴之中要骑马，请问他骑什么马？就这么简单嘛。好，那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外面的书这样写的时候，我都很好奇说，现实场景里面。是我个人来骑马，然后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日治时期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前面照片，你就看到一个爱永先生那个炮台，对不对？有两张照片，对不对？我先问你，炮是用推的还是用组合的？炮是要拉上去还是用人工背上去再组合的？认为是推上去的，请举手一下。我先表决一下，哎，有六个，七个。你知道炮多重吗？你知道炮要推在这个路上怎么推？爱永线的爱路，基本上就是石阶路。炮可以分解，炮管。炮管每部分都可以分解，然后放在木箱，请后党一个一个肢解，然后到现场再把它组合起来就好了。所以炮不要用推的。啊，如果真的是大炮让你从山下推到山上，真的要推的时候，表示那个事情严重了。什么叫事情严重？炮都来不及分解就要打你，那表示事情严重了。怎么在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子？大规模战争、大规模起义的时候才会这么做。但是日本人真的做过这么一件事情。当你发生雾社事件的时候，因为事件很紧急，所以调派中部的部队直接上山去，炮子拉上去，拉到雾社去。这是例外。大部分的炮可以分解，可以飞。而且如果每个地方都是这么薄，你推给我看。好，所以炮是可以分解的。而且重点来了。我干嘛没事呢？口径那么大还轰你，我拿小口径的轰你就好了。我又不是要把你轰死，我是要吓吓你而已啊，对不对？欸、所以我就每次都开玩笑说，每天都有天上都有那个大便掉下来，咻嘣嘣，然后看到那个掉的那个方向，听声音在那离我们家近或是远，然后赶快跑起来躲起来，不是跟我讲笑话，他只是要吓他，他并没有他炸死的意思。所以当然不会用最猛、用口径最强那种炮，所以不会有这种推新式的武器摊上去打援助你这件事情。背力的二线的武器去下下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所以呢，左边这一张是清代的那个八通关道路，那左边下面这一张就是日八通关道路跟清代道路交叉，这个就是刚才讲那个云龙瀑布，哦。那你看看这个地方，就是
找这个人力。刚刚如果要骑马，请报名一下。看我牵马让你骑，然后你在现场骑给我看，看看数几下，撞几下头这样子。这样你会投资低估的，所以那个不是不可能骑马的。所以没有骑马这回事，在山上这回事嘛。那要拉，原则上用牛拉或者是用人，啊，那人分开背，大概就是请后马背是最有可能的。好，那这是现在积水道路的路线，长就长这样子，就是把它做出来。那现场就长这个样子，清代的道路就长这个样子。清代1887年，日本那个清朝开凿的路，右边那个是石阶，所以清朝有马走石阶，那只马应该是神马。那右边那个上面是石阶，整边都是石阶，左边那个是路，右边下面那是杨文君先生带他去的，2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体重只有70几公斤。那这个是日治时期的路，右手边，那中之线道路，那左边那是个隘口，那很多路左边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现场就是看的是这个样子，那个是很年轻时候的路，那右手边那个是一个对空标志那个位置，那以前是山上学校的位置。好，那我们大概简单做这样的分享，那大概剩下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那让大家问一些问题，然后那给我们一个作业，我作业先讲好吗？每个人找出你们家附近的古道路线，透过刚刚的那些资料库去找你们家，以你为中心，好，以你为中心，我住屏东里港，我就找出我的里港到我们家附近的古道，好，以你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太辛苦，你要了解别人。以你为中心，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找，那个找出你家乡的道路，以及你们家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心得分享，好不好？我刚刚不是讲很多资料，就上面去找找看，好不好？有就有，没有，你诚实的说没有，好不好？试试看嘛，不是怎么知道？搞不好一堆。对不对？好，试试看。好，那剩下在10分钟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录的？听说在座还有从台中下来的，啊？为什么这么认真呢？我想听课吧。我今天讲很快，非常快，其实我可以讲很慢，而且就抛空一堆，但是因为只有2个小时，所以我大概简单的就蜻蜓点水带过去这样。有没有什么比较问的？为什么屏东有阿勇先？台湾族的部落跟官方的这个部落官方势力之间的这个交涉，不是透过防御来处理，是透过沟通来处理。所以屏东台湾族到了这个日治时期跟阿勇先国际，而且日治时期的台湾族的跟政府发生的冲突是很少的。唯一只有一次是南方事件，在1914年是因为没收枪支才产生的事件。他一次是在东部的柴桥路那边，是一个小小的冲突而已，并没有全面性的大冲突的。所以跟官方的关系其实还是根本不涉及。旁边什么问题？
the finder want to be the keeper， 就是发现者想要变成是拥有者，所以你就想要去运营。可是当你不是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去运营那条迷失的。那你运营他，我说他错，我也无法纠正他，所以基本上他讲好不到，从头到尾认为他是不到，就可以跟他争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台湾有 N 百条方法比较，也有 N 百条爱永先。如果我们爱永先、爱鲁都命的话，命你的命你的卵，这些小段命、小段命、小段命，命你的卵。所以我不必补到命，补到如果原来日文有什么样的名字就用日文，清代有什么名字就用清代名字，这样就好了。对，过去你补到，他、说你更在补到，就一直是因为那一些人会想要透过他。的任务的成就，然后去灌注在上面。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而且我也从来不去命名那些领域。那些刚刚讲的名字都是日本人，或者是更早之前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命名过半个大名字，到现在还是一样。包括有些日本用什么名字，就是用这样名字称呼他。对，这样是比较单纯的。还有什么问题？哎，台中远道来的什么问题？老师，不好意思，我前面没听到，我只有听到后面那个三女士吵。但是我刚刚讲说，老师你这边只是存书库的介绍，没有想到，因为我记得之前那个老师好像一开始这学期课一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讲到路这件事情，有讲到很多的路，有清代的，然后也有讲到。就是路的开发可能像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去开了像花东关古道口。对。那老师，你刚刚提到说那个什么古道，那个黄马古道不算古道，意思吗？是因为我刚刚没有听清楚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黄马古道它其实原来应该有它本来该有的意思，可是后面的人其实会强加冠名在上面。那因为我没有做黄花古道研究，所以我不针对它去做评断。搞不好它是一条爱路，或者是它是一条当时的伐木人道路而已，这样你懂意思吗？所以一条路的背景，其实你要弄很清楚，才有办法可以帮它命名。那假设你这条路都不清不楚呢，随便帮一条路命名的时候，会贻笑大方。所以我尽量都不帮路去命名，除非我可以很确定知道它是什么路。那我也希望可以找出它最原始的名字，大概是怎么称呼它的。我不要去帮它改名的这个过程。那不代表说，如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然想去做蛤蟆古道研究，搞不好我还可以找出它另外名字怎么办？只是因为我现在对那种地方根本没有兴趣而已。对，那如果让我去找，我一定可以找出来。对，可是我还是会认为说，回到原始的资料去。被怎么被称呼、被使用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刚介绍那些路，原来日本都是这样称他的，我也不会去改他的名字。对，这样是比较单纯的。你看什么问题？谢老师，让我们快认识这个古道的历史。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就你个人现在的想法，对这些清朝或日据的道路。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规划跟建议？说，这个是我们现在政府或者是我们民众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去设规划的一个想法的。好，这个会回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道路，它最后可不可以被有效的利用跟有效的维护？会回到一个有没有人或者是组织去？维护这条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政府呢，就算再花多少钱原则上都还不积极。为什么？我把这个钱丢在山上的路去砍草，可是这条路一旦一年没有走，那个草就长起来了，对不对？那下一个阶段会变成怎么办？每年都要重新砍草一次。那政府呢，需不需要去负担这么多庞大的砍草经费呢？肯定还不积极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按照我的想法里面，如果我把清代的古道、日治时期的爱永线，包括日治时期的古道，全部把它画在一条地图上面，
那个密度会吓死你。那每个路都要去维修，每个路都要去造桥铺路。我想政府没有那么多钱。那第二个，就算一条路你真的会走了，也未必。青藏公路古道从东走到西要走13天，只有13天的假，跟我讲一下。你只有学生才可能，或是退休人士，退休走不到了，学生怕迷路。就只有像我这样的经验很快去，可是我一定回去，因为没有去过的。所以这个修复到利用到大家变成一件事的过程中，其实它是要一群人去协力去把它做出来的，单靠一个人或单靠政府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你如果要求那么多的话，相对的你也会希望政府给你保障更多。那这样也很怪，比如说山上你在开走路的时候，三步时被滑倒，三步时被石头砸到，或者是一根树木戳到你的头，那个很正常。那我们的现在人都养成习惯，就是说，反正我只要在户外桥突然坏掉，碰一下我就要申请国赔，一次路，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修与不修都会面临到一个政府在权力极大化跟公民的利益的这个极大化过程中，会有一点拉扯这样的过程。可是真正要让这一条路或是这个地方可以持续永久发展下去，其实是要有一个在地的组织或在地的协会去维护或者去认领这条路，这才有用。政府再怎么丢那些钱，都像丢到水里面一样不通，看不到。好，那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我刚刚那些路，如果没想到修好，应该好几亿。如果再把收费的线路修好之后，大概1-20亿跑不掉了。修到可以走，然后不安全。啊，这里面还会牵扯到的问题是，还有登山步道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种路径的这种交错的问题，所以它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浅山地带，高山的人很怕的，像那个什么青藏公路古道跟西藏公路不远的时候在，我是不担心的。可是如果像这种海拔1-2000公尺那种开发很繁复的地方，今天的艾尔切这边开过去，然后。我下次再去看的时候，怎么下面变露营场？不骗你，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露营场，第二次去的时候走一走，然后大家露营，突然看到5个人拿着草刀砍出来，那个什么，下面变露营场，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所以你说要去制止，不是要去跟他讲说，是啊，是有些土地变成人保地啊，或者是已经土地权分配出去了。所以这些都是问题啦，但是如果以在地组织去认领方式去维护一条路线，我觉得还是比较单纯的。那你说刚刚那么多的古道都要靠政府力量来修复，好像井盖的料，那吊桥你要做个30-40座，然后那个路三步时要去崩掉，就要赶快去把它铲平，你看还荒岛那个，然后接下来是多少人走过？效率的问题，效率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目前我个人还觉得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算我知道路那么多，我还是没有解决方法。所以我现在能做就是，我知道这条路在哪里，我培养在地原住民部落去修复、去利用，这是最有效的，因为一段手筋嘛，对不对？它碳足迹又更少，对不对？好。OK，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我说，我的问题就是，你今天介绍的一些从清代日治到国民政府之后所做的道路，其实都是应该算是帝国的概念之下所做的。是。那刘义昌教授他在做就是北周的一些考古遗迹，就发现到说，从北周族的一些墓葬群里面，发现在400年前的那个交易体系里面，他们从里面挖出大就是大量的安平文，然后甚至你挖到明代的一些瓷器，所以在整个北周族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透过交换的体系，他们必须越过玉山，然后从现在五山海军的那一段到茶山，然后沿着曾文溪一路一直出啊到安平的这一条路。那可是从目前从茶山
往上一直到北周的这条路，事实上比较清楚的可以知道，就是跟我们山海郡有高度重叠的地方。但是从曾文溪就是到茶山之后，它沿着这个曾文溪一路一直到，可以说到我们现在就是南科的这个考古遗址当中的这一段路，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很明确的要对照出当初这个交易体系的这条路是怎么出发。应该这么说吧，我介绍这些路都比较容易找，是因为它本来就被盖了。那些已经消失的或者不见的路，其实我是找不到的。那找不到，我只能透过文献或透过一些其他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去把它重建出来。那他要怎么走或怎么绕，我要给他一个比较合理的说辞，大概就这样子。那刚刚里面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完全没有讨论的是，以前的著名的部落跟现在的著名部落是不一样的。我怎么可以确认说，当时候这个点是这时候的点？那当时候那交易圈其实是先从 A 到 B 到 C 到 D。那第一个是文献要这样比对之外，现场的遗址是要这样分布。所以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也是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北周族从山里面出来，一路一直到安平这一条交易的线，他其实中间一般来讲，如果要走，他通常都是沿着一线走。一般来讲，如果是原住民在山上走的时候，部落在山腰要走的时候，都沿着一线走，因为方向比较容易确定。通常是沿着一线走，去花莲也是，部落族在走，所以都是沿着一线走。所以如果要去重建它的路的话，通常会沿着路走比较清楚。对，那你再搭配附近的去用，这样就会更清楚。对，那以我的经验来讲，很多的这种旧路，不代表它不重要，而是我找不到可以让它变成一条线的可能性。对，那考古讲的大概是四五百年以前的事情。那近代的四百年以内的事情要重做都很难，那更何况透过史料或透过一些考古资料要去重塑那个整个线下来的过程，它那个难度更大，那个难度更大。因为他们出来中间要经过大龙族的圈，要经过西大雅族的圈，所以不同族群之间他们在穿越的这一条廊道上面，他们其实都通过他们控制的，就是不同部落人控制的这个范围，所以其实，在过去，其实即便是一百年前，单单同一个部落不同的家族的猎场，从猎场就出场了。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原则上，为什么我不会那么大胆去预测它怎么走，就是因为时间没办法贡献。那第二个是它所指涉的这个群体，并没有办法被严格的定义。那我做历史时期的部落在哪里？部落在哪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怎么走跟怎么走是很清楚。就是跨过这个界限以外，有旧路的也不见了，部落被搬走，旧路都不见了。可是你知道山上以前像是菜市场一样，以前的日治时期、清代以前那个山上的部落像菜市场一样，他们放过去对面旧路变多，可是我们现在到山上去，有些地方被移住之后是空的。所以那个现场我们是无法去想象跟回忆的，当路这样下来，去现场看是看不到那个路的。啊，我不可能把整个地方抄过，然后开始找那个遗迹，我也找不到。所以就有些地方可能是用猜测的，或者是类推。那用人去山上走的习惯来讲的话，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它是走林线是最快的。啊，林线走一走，然后下到部落，然后下水之后再跨到林线再下来。这是大概是最有可能性的走法。那原住民从西往东，从东往西，大概都是这样走。沿溪谷走是很笨的，沿溪谷走，因为瀑布有峡谷，绕来绕去，那个方向性也不容易确定，所以通常会上到沿线去走，跟人走的习惯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可以既有这样去想象出那个山上这个怎么走，或许你可以用出一条路线出来。那当然，如果这个地方是很平的，海拔二三四十不用，它到处都可以走。但是如果开始要爬高的时候，原则上它会往前走。大概这是人的动态的这个特性，因为爬到最远还是得要上到最高地方才看到另外一边，所以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还有谁有问题？老师有机会请你快速介绍一下新书吗？新书不用，新书有什么好介绍的？就是大概讲一下。新书不用了，最近写了一本书，布农族的新书。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网络上找我的那个粉丝页叫三月祭祀。三月，然后祭呢就是一个言字旁一个祭，然后三月祭祀。对，就是刚好是前几天出版的，那就是一本有原住民的书，然后有古道的书，大概就这样子。好，谢谢老师。老师，你写那个布农族是关于那个刀口这边还是？南口。因为所有布农族都是从南口迁出去的，所以先做南口比较重要。后面应该有。好，那我要去赶火车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如果只要我的时候就是你要一个